哎呀，不是，太热了！哇，哇，Hello，大家好，我是三百哦，欢迎大家这周继续回到我们的有骨气厨房。我们准备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喜庆的一种鱼哦。通常呢，在我们国内长得红色，这就是桃喜，对不对？那万一是这种食材，它又很好吃的话呢，一定会备受老饕的喜爱。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它的名字呢叫做大眼鲷哦。在很爱吃刺身的那个小国家呢，有另外一种鱼跟它很相像，眼睛也是超大颗的，他们把它叫做金目鲷，而这玩意呢被叫做金石鲷，两者呢是很相像，但是并不一样，肉质也是完全不同的。这玩意儿呢，虽然它没有金目鲷那么的来的名贵，但是它的肉质呢非常的好吃，类似于有点像在吃鸡肉一样，煮熟了之后。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人把它叫什么叫阿玛搞，叫红眼鸡什么之类的。这个除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 size 以外呢，它还有比较小的一些的品种啊，大概一只就是半斤多到七八两。这种鱼呢，刚好是经常去到大排档都会点它啦。点过来呢，怎么处理它？相当的简单，一般开肠破肚之后，直接抹上盐，直接盐焗，煮熟了之后，轻轻的把那个皮一掀开，那个香味。那今天这么多的鱼呢，肯定一口气吃不完嘛，但是没关系，只要你处理的妥当跟科学呢，你放到速冻里面把它冻起来之后拿出来做成熟食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是脱网过，但鲜度都相当的不错。你可以挑选一条最最肥的哈，比如说这条是胖子，来做刺身的，其他的呢再挑一条来做盐烤。那现在话不多说，我们准备来先把这些小的进行宰杀处理。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职业杀手的时刻。我们要把极大限度的把这块肉留住，你把这块肉分那个剪掉的话，是不是整坨的肉就变成两半，而且又容易碎掉？而且当他剪刀下刀的时候，尽量贴着腹部，不然有的鱼有胆的话，你会开到胆，有呢？先去把个台，哥哥来抬走。你看这里面的肉质很白皙，看到没有？那个又是胆汁外溢吗？啊，对，正常人胆汁外溢很。直接干到给它收集起来。黑黑的是胆吗？杀的时候就注意一下，看到没有？是我们收集的大眼鲷的鱼肚，然后等一下再冲洗。哦，这吃得很饱，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我操！鱿鱼。鱿鱼。这啥？哦，会消化的鱿鱼。会消化的鱿鱼啊！像那个搓了抹布那样子。我这里暂时接盘一下。大家都知道，内脏拿来之后要做一个步骤，就是压油，一定要压油洗一下它。才可以把黏腻洗出来。OK， 快把面腌制。干蛋你就不要用力搓了哦，被你搓破掉。干蛋，现在温，你到时候洗漂洗。时间到了，我们把鱼肚洗的备用。多冲几遍才不会咸。把我们鱼肚简单的焯一下，给它焯沸就可以了。到时候给它过个凉水，这鱼肚就不会那么腥。一点腥味都没有，你看那，而且那种肥肥的。啊，鱼的下水大概就是这么处理的哦。这东西呢，焯过水之后，如果没有马上吃的话，可以放在塑料袋里面丢冰箱速冻。新鲜的鱼肚焯熟之后，它就放得住了。肝也是一样的道理哦。肝如果你 OK 的话，你不马上吃它，它不要焯水。肝焯水的话，它就变粉掉，变粉干。你直接呢，也是。带着这一点点的水，给它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冻起来。我们的鱼一直说过了，不要去直接洗淡水，看它里面还是有些血液的，对不对？当你没有海水的时候，可以冻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办？跟这冻内脏一样，哈、哦，弄点盐巴下去洗洗鱼吧，假装它还在海里面。要用海盐吗？盐巴就可以了，随便的盐巴，你不要说哦，怕它会咸还是干嘛哦？你给它搓一搓，这样你待会洗出来的鱼会相对的干净。会发现你抹过盐之后哦，它。表面已经有像保护膜一样在那边，
冲洗过的鱼呢，也是一二三就赶快先过来了，不要让它湿漉漉的在鱼身上太久。待会准备来盐烤它，因为它死了挺久的，我希望说多多少少给它放一点血吧。这条我们想要拿到刺身试看看，这有个通心脏，是对准这个管子的，堵住了，是吗？那个，是吗？是的。哦，还有小鱼，你看，有没有乾坤？哇，这是什么？没消化完的章鱼吗？啊，这是做刺身的嘛？它的肾脏这个要刮掉。那注意冲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把大量的盐巴进去。简单的给它打个鳞片处理。大眼鲷鳞片其实挺好打，如果是盐焗的话就不用。为什么我们没有开膛破肚之前先给它打鳞处理呢？我希望是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去日式的去杀鱼，最后再来处理去鳞片。因为直接杀完后，只要你保持它的鳞片在的话，放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鳞片打掉了，又把肚子给吸了，相当于鱼的体内跟体外它的保护层全部都消失掉了，这时候细菌是经常是很容易侵蚀鱼的肉体的，所以你在储存过程中会受到比较麻烦的原因。这两份，这一条呢连鳞片都没有打很完整，我待会会做来做烤鱼哦。啊，这一只呢我准备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暂时给它冰住。为什么呢？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烤鱼，等我们烤鱼放到烤箱开始烤了再来切刺身。我们是盐焗的啊，只能挑战一点点的，这没办法。希望这个盐巴最好是大家如果有用的话下次是可以收集起来的，不然真的是太挑战了。盐准备好了呢，调料也要准备一下哦。柠檬盐是带刺，这玩意儿带刺，清洗一下它，放手里面，捋，用剪力的剁它几刀，南姜还是搞它一点点。这时候重头戏要上来了哈、哦，三毛的根部，把我们的大眼头打开，这东西够不行。香茅哦，一半左一半右，这两口就有味道。香茅的根，随便给它铺下面。拿一颗蛋清，差点是拿来挂盐巴的。呜、太多，滑溜溜。我涂蛋液的时候，我们发现刚才有个错误的示范，看到没有？老王刚才开口的时候，这边开下去了。待会盖盐扎上去的话，肚子僵起。什么叫机智的三白？一定要遮羞一下，一定要。你先盖住它。对的。哇，我太机智了。撒完盐之后呢，是不是盐是干的吗？它喷一点点的水才可以彻底的包裹住它，啊，搞蛋液是为了下面可以粘住，盐巴可以让这些海鲜激发出它最天然的鲜味。它旁边休息了，为什么呢？你要预热烤箱了，要那种循环风的模式，进去 ，OK， 准备被切割了。哦，金鳍雕的肉，现在准备来搞我们的刺身。这个裙边应该是很好吃的，
是什么？就除了，来，关东风的自烧的腐肉，肥肉是真。啊，因为我这边还有很多鱼杂啊，所以我们准备来煮一个酱油水，简单一点的。只是说今天晚上酱油水呢有点遗憾，是什么？我没有买到青蒜，正常的酱油水要有青蒜，没办法，只能将就一点点。没有青蒜的部分很遗憾，只能用几个小蒜子来代替。做菜的时候我们得学会灵活变通一下。辣椒呢一定还是要有，姜呢更是跑不掉。葱姜蒜，萝卜干，豆豉，鱼也不能少。豆豉我们现在要给它稍微切一下，这边呢把鱼肚再切开一下吧。热锅倒油，油热了，好像加个大蒜，大蒜出香味，加鱼肚。加入冬菇，因为鱼肚很难熟啊，我们鱼肚起码先焖，焖完后再来下我们的干跟其他的鱼肉，给它起码焖个五分钟，煮了五分钟之后呢，可以下我们的干，我们加一丢丢的水，然后搞一点老冬，就有了颜色。再两三分钟，开盖，还有个小味道。OK， 味精就是没地方跑的，稍微关小一点，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东西来烤了，那是酱油水的灵魂之一。哇，太鲜！如果厦门的这个大油锥没有油葱酥，那它就失去了一切的灵魂。油葱酥。加入假装成蒜苗的葱，整个味道挠了就出来了。我也没看，没办法呀。终于完成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一鱼三吃哈、哦。然后我们再最重头戏是这个。这个先给它干掉。哇，你跳到鱼肉。整块。来帮我一下。收。我再偷吃一口。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吗？对啊。那先把它分开。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是不是？我一听到。看这个菜油啊，油。这一块其实是最好吃的，这一块。你试一下。这一块，这一条。哇。这条好像是跟鱼柳一样。这边他们的肝。他们一块肝，一块肚。再来一块肚。来，观众份额。太凶残了。随便哪一块都可以。非常嫩的。很嫩很嫩哦。你不要不打盘子。不用盘子。我就想吃弄到香料的味道。不会怎么样？那好喝。那个香茅的味道好香。对的，可以应该再炒等一下。管一下。都快是背肉了吧。那三泡。谢谢。带皮的风味更足。哇，看太好吃了。
整盘的肝子太香了。哦，无敌啊，奶味奶味的，舒服。不是那种软软烂烂的那种肝子，不会这样。感觉它用香茅蒸的更好吃，最主要是我感觉它有螃蟹的味道，我就很喜欢螃蟹的那种肉的质感也很像。又咪咪的，哇，嗯，你家更好吃，真的，肉质感会爆汁。哟，这块很多汁的，谢谢。吃的舒服，越吃上越吃越上口，好吃，老快。嗯，眼睛旁边的肉比眼睛好吃。本来就是啊，肚子里面的肉都混合了香料的味道，这黄黄的这种都是。嗯，我知道，我们可以把这门面放在盐巴里面，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好吃。这种口味真的好。你看，都还在滴水，有看到没有？给大家表演一下啊。嗯、哇，不太好吃。想必大家看了这期之后就知道这个鱼到底有多强了，有没有？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家小骨捣骨捣骨小刺身啊，煮酱油水是一流的，或者是你只是拿来简单的盐烤，我们这盐烤烤出来后，它的那个嫩度啊，鱼的嫩度完全超乎了想象，很难以想象一只四五斤大的深海鱼，它的肉质是这么嫩的，它真的比我们平时吃的小的一只一斤重的那种鱼还要嫩。然后你就看看它的大眼睛，你就知道这个鱼它一定是活在比较深的深水海域。那如果您能在市场上发现一整批新鲜的这个鱼的时候，一定不要去错过它。买回来之后呢，只要你这个鱼按照我们所教你的处理的得当，你完全可以在家里头慢慢的吃它。这老哥，这老难得高兴又表扬我了。OK 啊，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真的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给我们多多支持。